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许少平等二十人临时提案，建议基隆市府去年年底行文至交通部观光局，建议将基隆市的万木山和平岛纳入国家风景区。可是交通部观光局以距离远为负不义为理由，请市府自行管理。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就提案了，请行政院协调啊，观光局跟基隆市政府啊，这个尽速研议将和平岛跟万木山两处知名的景点纳入国家风景区。我们觉得东北角那个北海岸这里整个海岸线的这个整体规划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把基隆市的和平岛跟万木山这两个很有名的这个景点纳入国家风景区，加强基隆观光产业的发展。请行政院研议是否有当，请公决。本院委